等于那一年掉下去几个车祸，是吧？上一上，他想报警啊！现在他报警，他这个桥这个段子季节就有30米来着，二十多米。哦，对对对，哎，报警的，哎，太厉害了！正好这个黄金时间，谁受得了啊？最早，我现在呢就是在。啊，再往前走，就警车这里。不是车厢吗？房卡，太死人了，这东西。所以你不是车主吗？货车肯定是货车，驾驶员也不行。当时反应我还真，我知道就是往里面倒，我没往那边倒。他当时那个车子是停下来，看到有坑，但是刹车刹不住，刹住。因为你如果说就撞掉了，撞到那个车上了，这是重点。不是这四岁的一辆小型的，应该是。好了，你这个电瓶车好走了，好走了，这里不要走。我发动车火，打的打不到这里。对。那时候他就是你说他是2点多钟的就不对。他们肯定是早上，那上面准备过吧？这是哪里？这是车啊？跟你说的这个时间啊？哎呀，以前我怎么着？那就是，我们反正下来是就这个时间，在下面，对，下面。